期间是最好减重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女生有个特色，如果是经前症候群这一群人呢、啊，他们是月经前、啊、脾气很大，脾气大之外，他们会特别想吃东西。对，他们那段经前的吃东西欲望特别强烈，然后到月经期间呢，反而觉得东西不好吃。没错。所以如果你趁这段时间，你忍住经前的那一段时间，然后月经期间你会自然不想吃，这样更容易减重。对，有些人忘记忍这件事情。对。写信给自己，真的就提醒自己，真的小卡片写信给自己，真的你忍经前症候群那七天的暴食欲望啊，你就可以过十四天。说来之前七天，还是来的七天，来之前七天忍住，经前嘛。